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是红夫人。好，这次一样玩贝拉夫人的双肩管模式，因为直接可以玩双肩，但是呢，有个缺点就是没办法再抱人跳舞了。但是没关系，对，双肩管有双肩管的乐趣。好，那次介绍一下阵容：调香师、勘探员、祭司两个，打到了。然后医生、咒术师、前锋、囚徒。好，这个祭司呢，先针对他。然后呢，我觉得，不能抱人很可惜。如果双肩管能抱人的话，你知道会有多好嘛？就跟其他监管讲说，等一下，我先抱他牵制一下，应该不是抱他，是跳舞。对，我先帮他跳舞牵制一下，然后就很多人要来排队，然后就不玩了，然后就赢了，就莫名其妙的赢了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哦。你在干嘛啊，前锋？还在开宝箱，都听到声音了。好，现在前锋呢，非常的皮，对，在我面前开宝箱，是不是？不是不想活了，应该是吧？好，我们来牵制一下。喂，上面是不是有门？祭司上面做门治愈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我先打一下前锋。OK， 两下了，两下之后他应该就会比较乖一点了，不敢过来造次了，是不是？好，我来打，两个祭司在这里。好，下去了，闪现啊，不能用闪现，用了来不及。闪现的距离太近，在楼梯的时候呢，不要用闪现，因为还是打不到人。但是好啦，这个溜滑梯的时间差可以把它扣掉，所以还是可以啦。OK， 来吧，来打下祭司。喂，我在挥，好像挥不到。哦，这个五刀、六刀，挥了六刀才挥到。天啊，祭司，你惹毛我了，气死我了！抽板刀，喂，你还抽到了嘞。好，总算抓到了。那前锋在哪里嘞？前锋会过来吗？不要这样子乱撞一个熟女好吗？这样是有一点像性骚扰好吗？就这样直接撞过来，但是直接从头把你给他打下去啊，是不是？好，抓起来前锋，你这个色胚，我把你抓去。没有，他技能牌就这样子啊。好，但是不能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毕竟是个熟女嘛，有话好好讲嘛。好好讲有用吗？其实也没用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4000多块了，来买个永久 buff 的道具。看买什么？咒术师也被抓了，是不是？哦，我一次抓两个，天哪！哦，我一直强调黄蜂玩的不是很好，但是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知道可以靠其他技巧来弥补，所以不见得是要用这个镜子在那边绕来绕去、转来转去，然后打得准才能玩得好，是不是？其实有些其他的，被开枪，好，祭司被救掉了，真是情同姐妹啊！刚刚不是在摸祭司吗？然后现在救祭司，然后现在要转救前锋，是不是？哦天哪，这祭司很皮哦！祭司来，好救掉，拿回去。然后这个前锋会跑掉吗？放了香水，拦截，可恶，差一点，可恶，就差那么点就拦截到了。好，没有跑走，失误要跑走了是不是？来不及，好，没办法了，我只能要停吗？有停呢，没有人按那个按钮。好了，那我现在还是可以追得到他。前锋要下来了吧？看到足迹了，往里面走，应该是往鬼屋走吧？那边有一个人，不知道是谁。里面有人在治愈，不知道是谁，很热闹进去会不会他们？没砍到。好，来喽，医生。好，然后还有谁？现在在玩医生的人变多了，我也许下一集就拍医生吧，因为医生毕竟他的治愈呢。治愈的方式呢，让六鬼变得非常的厉害，非常方便。对，好，祭司这边我要针对他了。祭司我来咯，祭司不要给我跑。话说我刚不是在追前锋吗？怎么变祭司？啊，随便的都可以。啊，抓起来。现在呢，飞几个了？才飞一个咒术师而已。然后破机破掉三台，好，也可以啦 ，OK 啦。好，放上去。第二次倒数应该还是有人来救吧？这是谁？囚徒吗？是囚徒，不是，是祭司，又是祭司。到底要救几次啊？很烦呢。喂，好，又倒了。OK， 等一下就针对你祭司，不要跑，你就是要不要给我跑很远。好，抓起来。
好了，我们的贝拉夫人呢，其实玩双肩管呢，虽然不能跟人家跳舞，但是其实光是站在那里呢，就已经有一定的那种存在感了。对，所以不见得是需要金挂了，而且金挂只能限于匹配而已。好，先打电话。加速剂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在破译嘞？这边吗？哦，有在破译。不过还有段距离，卡住。谁？不是，有人躲起来了，是谁？哦，勘探员。喂，好，回溯的好，继续追击。喂，中。最高兴就是中，然后又弹，你知道吗？中又弹的话，基本上就不用插刀了。但是我刚被压板了。好，拆板。勘探员应该从旁边绕吧，应该跟我绕圈圈吧。但是应该绕不远，因为毕竟这个板都被拆掉了。所以看一下人在哪里，在这里。喂，哦，用香水是不是？我再过去。啊，打不到，可恶，差一点。拆板。好，现在局势依旧是不明朗的状态。哎呦，好吸得好，再上去。可我的闪现呢，还有20几秒。哦，又来了，然后吸。我看你多少颗磁铁可以吸我？来呀，来呀，来呀，再来吸呀！嘿嘿，套路。嘿，好达到了。好来，勘探员一直这边移动。哎呦，这一区可能没办法了啦。哎，还有板区。哦，这板没拆掉啊。好，继续来追击，我看一下。哎，好，打倒了，终于。哦，皮死了。好，那现在只剩下前锋、医生、技师跟囚徒了。那如果这四个都飞掉的话呢，就是平局，就可以玩得比较轻松一点了。好，先买东西。看要买什么。买助燃剂。好，助燃剂不错，买来之后就有效果了。先让勘探员加速的飞走比较重要。诶，调香师怎么了？要不要帮个忙啊？这是谁啊？囚徒吗？在哪里？买东西？没砍到。我来针对你。砍。好，砍到了。不知道什么镜像砍到人就有一种特别快乐的感觉。各位有这种感觉吗？只要镜像砍到人的话，因为对于这种镜像不常砍到人的我来讲，真的是一件非常痛快的事情啊。好，来了。哎呦，我破一碗了。电我，可恶，竟然敢电贝拉夫人，你有事吗？竟敢电我，我生气了。最后一下闪现吗？应该是不需要，直接给他死。好，好，现在几个了？囚徒跟调香师又被抓了。调香师应该要飞了吧？调香师好像第三次了吧？然后勘探员被救了是不是？好，没关系，现在应该是还是赢。平局啦，调香师飞，好飞了，飞了三个，哇，还差一个哎。好，这边有人，谁来治愈？看一下，镜子还没准备好，可恶，就差一点，就差一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，镜子。好，往右边跑了，这是谁啊？喂，我就没回到，这谁？哦，又是勘探员。喂，好，太棒了，帅，中。OK， 可以了，现在应该是会赢啊，因为毕竟囚徒会被救，气死我了，怎么那么多人被救啊？一直被救，一直被救，是祭祀吧？我觉得祭祀很爱救人，虽然对他们而言是应该是神队友啦，但是对我们而言真的是很烦。好，这哪位？在哪里？哦，囚徒是不是又被抓了？这是谁？马上追过去，是前锋，冤家路窄的前锋。好，看他们是不是又被救了？对，看看有被救了。可恶，又来了。上楼吗？我开走。不错哦。好，那现在怎么办？大门口是不是应该已经开了？感觉像有人在那边等了。糟糕，很不妙哦。但是修图如果可以让它飞的话，基本上就可以平局。诶，这样也中。这就是传说中的一刀抵三刀吧。砍一刀就有三刀的效果哦，双恐惧症者吧，这一下太重要了，整个就逆转了好吗？好，技师跟勘探员都在那边了，都走掉了，耶，赢了，险胜，只要没有拖累到就觉得还不错。好，玩红夫人对我而言跟厂长一样，就只要没有拖累到队友，基本上呢
就算是很厉害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那以上就是红夫人的影片了。如果喜欢频道呢，别忘了按赞哦。想追踪频道的话呢，不忘订阅我，小方小铃铛，IG 呢也别忘了追踪我。我是欧拉，下期见，拜。